Good morning. It's long weekend, and yesterday, my husband and I we spent half day afternoon at the nursery, and got some orchids. These are two Miltonias. 昨天长周末，昨天去了这个兰房花房，然后买的几盆这个兰花。这两盆是锦花兰，看一下哈，它的名字，这盆它叫Roberts Jackson Wild Thing，这盆粉色的呢，叫做苗条的 Linda Lingo，好玩的是，有趣的是这个你看名字也知道哈，这盆有一点怎么讲，男性化哈，然后这盆比较女性化，从名字都可以看出来，这盆呢，它们中间的 pattern，它几个花瓣什么其实都很像，中间的 pattern 不太一样。那我老公一看到那个以后，白的那个花瓣的那个以后，他就是说他非要那一盆，然后他还说，他说这盆，这个很像张大千的脸，所以就要那盆，然后这盆当然是就是非常鲜活的颜色，人人喜欢的，所以就两盆都买了，然后。很好玩的是，这个怎么讲，在选的那个时候，这盆其实它已经开了有一些时间了哈，有一些要谢的样子了。但是怎么讲呢？就是说，别的还有一盆是有花间的，还有没花间的，那个植株非常健康的。想了半天，那后来我想说，这个既然是你看上这张脸的话，那这个花儿如果没有花间的话，来年不知道我的本事能不能把它再养出花来呢？所以就要这盆，虽然有一点苍老，但是这个能看得见脸的这个花还是要这盆吧。所以就选了这盆，花已经不是特别的鲜活、年轻、完美了，但是看得见，眼下看得见是吧？那哎，蛮好玩的。我看这个虽然说这个 pattern 一样，这个怎么讲？就是它这个有，中间其实不是黑色，是很深的紫色、绛红色，还蛮漂亮的。然后哎，真的有点像哎，下面这个泼墨这一块有点像，让人想到这个张大千的这个泼墨艺术，也会想到这个胡须。我想，可能是他。是在这样想吧，觉得像。然后上面你看，好像还有眼睛的这个模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个，哎，这个它就没有两个眼睛的那个 pattern 了，也可以啦，眯缝眼，像跟猫咪一样的，也非常的甜美哈。好的，这个既然是这个觉得像张大千，我就给他把这盆花放在这个那个怎么讲，这个架子这个grid panel 可以。厚的这个盆，放在他的这个画架的这个旁边吧，让他看个够。然后这个也跟他一样的这个另外一盆粉的也放在旁边吧，一起百花齐放的，所以 OK，就是这样呈现的，蛮好玩的哈，看看这个。锦花兰香的，蛮香的，其实，在室内的话，我觉得锦花兰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香味有一点大啊。以往我们也有过那个锦花兰，我一般都放在院子里的。那这个，刚买回来嘛，感觉新鲜，那就屋里放一阵吧。OK，谢谢跟我一起观看下回再见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